没有我的旨意，不准踏出昭都半步。您让臣等有来无回，日后谁还敢来昭都啊？我不会杀你，我还要留着你们，亲眼看看毕生仪式上的圣光。带走。那宴席墙内的地火根本就是之火的祖上为了一己私欲所燃。 而您的族人世代困守着宴席墙，并不是什么荣耀，而是在替祖先赎罪。玲珑，天数天齐，若有人敢踏出神殿半步，杀！之火的书在哪儿？之火。 他们是不是在骗我？是不是为了质疑我故意编造的？是不是？你说了你不会再瞒着我的。